成功的第19条法则就是客户就是你最好的推销员工。为什么？因为当你对一个客户是非常之好的话，这个客户呢可能他会介绍很多不同的客户呢摆到在你身边。如果一个客户是好的话，可能他会介绍两个、四个、四个再变八个，慢慢可能这个客户会令到呢带到50个客户呢去到你的身上面。相反，如果你对一个客户无论的态度或者其他服务不好的话，这个客户他会不断地跟你去宣扬开去，说你的不是啊，说你的不好啊，慢慢慢慢的这个客户可能令你损失了250个客户。所以呢，对一个客户好是非常之重要的。你的客户越多的话，换句话说，你有越多人在跟你推销，甚至乎越多人将这件事情话出来，令你的事情更加成功。